一棵手腕粗细的白桦树要40多年才能长成，而一片森林更需要在大自然精心配比的环境里千百年才能形成。我们莫愁园林就跟一棵小树一样，刚开始生长，我们获得投资以后急需一位有风险意识的 CMO。所以你是来邀请我跳槽的？对，正式邀请。那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放弃一个红圈律所，加入一个创业公司？创业公司的生命力除了赚钱，更在于解决问题。我们公司的第一版尽调报告就是你做的，我们的苗圃和试验田，我们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愿景，你门清。那是你们邀请我的原因，不是让我心动的条件。我还没说完呢，从3月开始，路边的山涛泡桐，5月份二三环隔离带里的月季，10月天坛的菊花。冬天办公室里插着的腊梅，北京城里你处处看到的景观都跟我们有关。从市政园林到小区景观，再到家家户户的花园阳台，每一处风景都是出自园林人之手。加入我们，你可以一起创作属于你的、属于北京城的风景。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一条创业之路，也是一条寻美之路。这个工作听你这么一描述，确实是挺吸引人的。最吸引人的我还没说呢。我们公司虽然小，但我们有一片自己的试验田，将来还会购买自己的苗圃。你喜欢什么花，每天早晨坐进办公室里的时候，就会收到什么。那很吸引人啊。是吧？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之前进金达的时候，想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如果答案是经营律师，那我就不继续了。那我的答案还真是经营律师，不过你可以继续。那我就再给你提供另外一个选项。自由和价值。一棵树是被自己养大的，它会给别人带来一抹绿色，也会给这个世界提供氧气。你这样，我们公司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另外80%的创业公司都活不过3年，所以我希望你立马就来，也希望你慎重考虑。新磊，债权银行认可企业兼并的书面意见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盯紧了啊！知道了。穆佳。哎，你负责那个企业兼并的可行性报告。好的。小飞，你把这个会议记录整理一下，给我。好。散会。嘿，发什么呆呢？给资料。好，谢谢。哎，我在想，10年之后的李佳什么样？10年之后的你，那肯定跟吴律师一样啊，在我们眼里光鲜亮丽、衣食无忧、生活体面，但是呢，实际上每天都在工作、工作、工作。10年之后你也这样。哈哈哈哈哈！哎呦，有我了！厉害厉害！这么多年没白熬。穆佳，快来，名单上有你的名字。啊！恭喜啊，穆佳！一起加油，一起加油！比我们强多了。穆佳，来叫你。比穆佳，我先过去。来我这一趟。您找我？我要恭喜你啊！谢谢。跟两个学霸竞争，压力大不大？这出了学校就不存在学霸了吧？对，就应该有这份自信。对于合伙人的考核呢，是全方位的、立体式的。负责考核你的那个人事部的人是学体育出身的，所以他会大早上拉你起来去跑步。老板呢，有可能会大半夜的给你打电话，跟你聊聊业务啊。谈谈当事人啊，然后把最难的任务交给你做。总
总而言之吧，反正这次考核肯定是全方位立体式的考核你的脑力、体力还有抗压能力。豆豆啊，你作业写完了吗？就在这玩游戏啊，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没写完你帮我写吗？谁叫你这样说话的？管不了你了是吧？啊，行，豆豆现在越来越难管了啊。你多久没来看他了？我在外地呢，你把手机给儿子，我跟他视频。豆豆，来，你爸跟你视频呢。起来。豆豆，想爸爸了？你在哪儿呢？来，爸爸给你看看啊。哎，爸爸这儿喝酒呢啊！等你长大了，爸爸也带你来玩啊！行了行了行了，你说什么呢？你跟孩子，王威，你疯了吧？喝点酒你干嘛呢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哎，老婆，哎，别挂。什么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跟许娜娜分手了，她怪我对你们太好。哼，对我们太好？哎呦，我可谢谢你，你对我太好。哎，来了，谁啊？哎，我小舅。你来干嘛？我来看看兜兜，我没别的意思。离婚协议上有探视时间的，该来的时候你不来，现在你跟诈尸似的，想来就来啊？凭什么呀？哎，不，我真的是一空下来我就来看兜兜的。再说了，我是孩子亲爸，对吧？你也知道啊，王维，你不能既要外面的风花雪月啊，又要家里妻贤子孝。当初你出轨的时候，你就应该预判到了有今天的。你也别想着用兜兜来情感绑架我啊，没有用。你要心里面有我有兜兜，咱俩不至于这样。哎，对，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真的非常对不起。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弥补一下。弥补？怎么弥补？啊，一道歉就有机会。那我也给你道个歉，你能不能把离婚时分走的财产还给我呀？探视再来吧。哎，别去。吴律师，我送孩子上学去了啊。啊。豆豆。认真听讲啊。啊，好好上课啊。这孩子现在怎么这样？怎么不理人呢？我孩子怎么了？你教育的？我教育的怎么了？你教了吗？你干嘛去了？你外面风花雪月的，你凭什么管我？你凭什么说我？你有资格说我吗？建秋，我觉得咱俩得好好谈谈。谈，来谈，行，谈，来谈。哟，哎，木佳，吃早饭了吗？啊，没呢。那一起去吃 啊！我不去了，上班去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就是。哎，万斌知道一家私藏的店，特别好吃，一般人我们都不告诉他。啊，我告诉你啊，那家可是正儿八经黄花馍，我现在一般找不着这么地道。我真不去了，你们赶紧去吧。啊，我上班去了。真不去啊！拜拜拜拜。嘿。哎，你好。什么人吗？吴建秋呢？我怎么知道？王威是不是跟吴建秋在一起？我不知道，你是他助理，你不知道？告诉你，少点给我装傻，不然让你们全都碎尾名裂。吴建秋呢？姐姐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你撒手！谁让你妈？哎，干嘛？下来！哎，保安局有人找事儿啊！女士您好，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好吗？关你什么事儿啊？请问您是咱们小区的业主吗？我来找人。您如果继续闹事的话，我就报警了。报警？赶紧报警！您冷静好吗？我问你，吴建秋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找吴律师是吧？走。穆家没事吧？没事。哎呀，够横！
我给你买了点甜品，应该是你爱吃的，你要不要吃点？我不吃甜的。你看来干嘛对自己那么狠？有事说事吧。我觉得兜兜现在这个样子感觉有点这个叛逆期提前了啊。我觉得我有很大的责任。你也知道啊，想解决办法吧。我可以带他去爬爬山，或者是骑骑车，我觉得户外活动应该对他会有很大帮助吧。行，没问题。那我麻烦你啊，定好了时间之后说到做到，好吧？我肯定说到做到，这你放心。金秋，现在可能有一件比较棘手的事儿，可能得先处理好。又怎么了？我跟娜娜这个分手之前，反正说过一些事情。她现在她老堵我，我其实躲了好几天了。对，我不想听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说重点。她现在在要挟我。要挟你，关我什么事儿啊？要挟我就等于要挟你吗？你什么意思啊？我跟他说过一些你们行业里的一些事儿，闲聊的时候。你说什么了？就这些特别狗血的事儿，没什么太重要的。涉及到具体的公司和人了吗？说话呀！要。王伟，你是不是有病啊？啊？这种事儿能胡说吗？你们是不是没得聊了？非要聊这些个，你干什么呀？你疯了！你别生气啊，别生气。我觉得以许娜娜这样的性格，她也做不出什么太出格的事儿。我只是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而已，啊。你放心，不会有什么大事儿。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那我先走了。哎呀！喂，穆佳，许娜娜，她在哪儿啊？我把她拦在咱们楼下咖啡厅了，你现在能过来一下吗？我能，你把她拉住啊！我现在换个衣服就过去啊。我找你们没人理我，找你们老板一个个跳出来拦截我，看来我这手上的料还是挺有分量的。通常来说，沟通比爆料更有效。我觉得舍得一身剐最有效，我要搞死武建秋。那你说说看吧，打算怎么搞死我呀？自然有一百种方法。一百种这么多，太费心了，说说看吧。好啊。你老板冯瑞成跟女明星王瑶卿有过绯闻，被狗仔拍到是你斡旋勾兑的。金鼎网的创始人林进在国外非法持枪，从保释到上法庭，全都是你暗中操办的。我说的没有错吧？是吗？你都看见了？深挖下去，自然会有证据。你连我老公都挖不走，还想挖大佬的隐私？妹妹，太可爱了。穆建秋，您靠撞奔驰车上位的女人，你在我这儿装什么啊？怪不得之前王威说你这人不简单，前脚找了她，后脚就把初恋男友踹掉。行了，节省时间，说重点，说诉求。你爽快，我也爽快。诉求，你让王威给我滚回来，当面跟我道歉，
否则别怪我鱼死网破，大家谁也别好过。哼，还有吗？就这诉求。哎呀，是这样啊，妹妹，我们呢结婚挺多年的，有挺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孩子问题啊，财产问题啊，对吧？你放心，这些东西我们都会解决的。但是作为女人啊，其实有句话我挺想问你，男人的话你也信啊？三哄两哄的就觉得自己是情种天仙配了，准备鱼死网破，那就破呗。看来你也要做出选择了。你给我等着。建秋姐，徐娜娜会不会真去所里闹啊？会，所以我得想好怎么应对。他也没有证据，顶多就是给你泼点脏水。作为一个律师，其实我不怕脏水，但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妈妈，我有点怕。那你需要我做什么？需要借你的小肩膀让我靠一靠。来，尝尝油饼啊，倍儿棒。行，我来试试啊。行吗？嗯，很香。我再告诉你吃法啊，你把这个油饼儿啊夹这火烧里边，这么的，嗯，配上这咸菜，这叫一套啊。你尝，就这么咬啊？啊，就这么样。是。今儿早人够多了，嗯，是不是？汉斌啊，咱爸你好的差不多了，你一直这么晃着也不是个事儿，还是得找个工作啊。爸咋非提这？爸不都说了吗？他攒那些家底儿，咱卡都花不完。你说咱也不乱花，就吃点这油饼、火烧什么的，能吃十辈子呢。哦，你能靠你爸，那将来我孩子靠谁？你舍得让我一个人这么辛苦啊？也是，得为孩子挣的。啊，那咱什么时候？你先找着工作，不然父亲之难我填啥？无业游民。我美食家呀。哦。哎呦，别提了，我公婆要来了，家里啊就眼瞅着住不下了。我琢磨想换个三房呢。哎呀，这一买一卖挺麻烦呢。那可不，还得找个离我们单位近的啊，老人还得方便，尤其是二手房买卖，这个太……哎，我这要我说啊，我觉得这买房子真的不麻烦，市场好就先买再卖，市场稳定就先卖再买。行，小姑娘您挺懂哈。不是挺懂，是非常懂，我以前就干这行。哎，要不咱加个微信吧。来，我扫您。嗯。发过去了，行，咱随时交流啊。好嘞，到时候快吃吧，一会儿凉了。嗯。
您这吃个油饼还能谈工作，真行。嗯。喂，冯绿。怎么回事啊？对不起啊，冯绿，那个，我觉得许娜娜肯定会来律所闹的，所以我想先跟您通个气。吴建秋，你还有没有点职业操守啊？啊，这种狗屁道道的事情怎么可能漏出去呢？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金达给你开这么高的年薪，你就是这么服务金达的吗？冯律，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喂，帮我查个人，许娜娜。对，王威，怎么了？许娜娜是疯了吧？黑料谁不会查呀？啊，她许娜娜毕业证是假的，英国留学史是假的，朋友圈卖的那些狗屁东西都是假的。你告诉她啊，别惹我，惹了我。鱼不一定死，但网一定破。我弄死他！别！哎，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太把自己当盘菜了。为了你冤冤相报啊，你们俩过不下去了就别过了，别把我掺和进来，行吗？太刚了，有什么话咱不能好好说吗？好好说，为了你忍气吞声啊！不是忍气吞声，咱们解决问题要有方式方法，对不对？你这针尖对麦芒的，两败俱伤，鱼死网破，对你有好处吗？你还要不要在北京混？以后你还要不要接案子？对不对？你提醒我了，我可以不在北京混，也可以不接案子，老娘混到今天就是为了不受这份气。哎，建秋，滚！来，哎，多多啊，吃早饭都是妈妈做的，厉害吧？你看西式的、中式的，还有水果，你想吃什么？我们学校有早餐。谢谢啊。嗯，我准备不吃这碗饭了。什么意思啊？现在事情处理的也差不多了，我准备把工作一辞，带着兜兜去国外生活。为什么呀？就是因为那个小人作祟，这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事儿啊。因为我累了，真的，就是因为我累了，这么多年。就算是个机器这么高速运转的话也会出问题的，何况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呢。为了财富自由，我付出的就是长期睡眠不足，癌胚抗原超标，夫妻反目，陪不了孩子。我其实想换种活法，我也想悠哉悠哉的每天睡到自然醒，享受享受美食，谈谈恋爱，陪陪孩子。是你的出现，
让我想做一个有温度的人。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傻丫头，说什么傻话呢？我是出国，不是去另外一个星球。你可以找我呀，而且我相信我的眼光，就算我走了，你也一定能够比我优秀。行了行了，再说就矫情了啊。今天你请我吃吧。吃什么？再点。财大气粗。哎呀。冷不冷？记得多穿点啊，千万别感冒了。是八点是吧？对，八点。好，谢谢啊。不客气。谢谢。没事儿。到那边一落地，就给爸爸发微信，妈妈手机不关，等着你的消息，好吗？千秋姐，你打算原谅豆豆爸爸吗？你可别害我了，我好不容易割肉离婚买来的自由，我要谈恋爱的。祝你幸福。谢谢你啊。这人啊，就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对我是这样，对老王也是这样。行，豆豆，走了。走吧。豆豆，你也是男子汉了，以后妈妈就交给你了，好吗？老王，一场离婚弄得我们都挺不体面的，希望从今天，从现在开始，你就记得我现在的样子啊，过去的我们都忘了。好，给我吧。谢谢。走。孟佳，还有一件事儿我想麻烦你啊。你说。豆豆，你在那边需要什么就跟爸爸说。老王的事儿，我想麻烦你帮他上个后。为什么呀？因为我跟豆豆可以一走了之，老王不行啊，他还得在北京生活，北京赚钱。如果他一直跟许娜娜这样掐下去，不是个事儿。嗯。再说了，谁给我们付赡养费？豆豆，你说男人都是逃避型选手吗？这个问题我好像没有什么发言权啊。我一直想嫁一个哎霸道有担当的男人，但是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呢，我成了这样的人。所以穆佳，你千万别学我。爱和被爱，疼和被疼爱，同样重要。都是体验。明白。千秋姐。嗯。一路平安，到那边发个信息。谢谢。行了行了，你别跟我搞这个泪眼婆娑这套啊！没有。行，老王，有些隐私不能透露啊，否则我会报警的。你还是你，习惯就好。走了，豆豆，保重啊。
豆豆，爸爸对不起。爸爸再见。再见。师父给我上了最后一节课。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成长就是你得豁达地面对他们，打得过就打，懒得打就撤，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请坐。我不知道你爱喝什么，就点了壶乌龙茶。别那么多开场白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律师。你告诉王威，我已经想过了。我不怕坐牢。如果坐牢能搅他们全家的不安宁，我觉得值。你们都要修成正果了。还他们全家如何如何，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再说了，拜你所赐，他们全家就他一个人了。他有儿子啊，去加拿大了。那个时候你就直愣愣傻兮兮的杵在我面前的时候啊，就我莫名其妙的觉得，哎，这个女孩子啊身上带着光。任何时候我们必须先照顾好自己才能去爱别人，我们必须爱自己爱到100%，这样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人才会效仿我们爱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这个不叫自私，这个就是人性。是你的出现让我想做一个有温度的人。我相信我的眼光，就算我走了，你也一定能够比我优秀。我其实想换种活法，我也想悠悠哉哉的啊，每天睡到自然醒，享受享受美食，谈谈恋爱，陪陪孩子。
回来了，媳妇儿。你喝了多少呀？什么大项目要劳您长眼？鉴定二锅头真伪啊？不，二锅头确实真。我跟没跟你说过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儿是一好日子。今天是我这个月受孕几率最高的一天，每个月就这么一两天。回来这么晚，你还喝这么多酒？你说。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你怎么来里边了？买张票不就进来了吗？等挺久的了吧？还好，给。这干嘛呀？开车来的。你开车来，你给我头盔干嘛呀？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神神秘秘。这荒郊野岭的，我们去哪儿啊？等会儿你就知道了。这前面一片漆黑，感觉什么都没有啊。怎么，你还怕我给你卖了？行吧，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吧，好吧。行。我做过测算，公司可以给你2%的期权。我知道你做过很多并购，估值在被人真金白银之前都是创始人画的大饼。你知道画大饼你还说？那不说了，走，进去看看。这地方黑灯瞎火的，这什么地方呀？漂亮吗？漂亮。带你去看看。这是桔梗，喜欢阳光，不怕冷，象征着永恒的爱，永世不忘的爱。这是五彩苏，秋季开花，花朵小巧。它开出的花就跟它的名字一样，颜色各异，五彩斑斓。这是美女樱，花期是5到11个月，全草可入药，有清热凉血的功效。那是石竹，耐寒耐旱，但不耐酷暑。真丰盛啊，都是你自己准备的吗？当然了。谢谢你邀请我跨年。喜欢这里吗？喜欢。喜欢的话就加入墨愁院里，帮我买下这批苗圃。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年我都30了，折腾不动了。白话说40成年，你才30，还早着呢。李木佳，我们一起去挖土吧。挖土？挖土种树。大家好，今天站在这里，感谢各位同仁给我的机会，又一次唤醒了我沉睡的梦想，让我想把握好现在和未来。加入金达，就意味着你选择了奋斗，意味着你要做好准备，永远生猛地奔向业务和目标。如果我能成为合伙人，
我将带领团队既快又狠地奔向战场，用最快的速度拓展金达的商业版图，力争早日成为行业 top one。 谢谢。下面有请本次竞聘最年轻的同仁李木佳。成为最幸福的人。